来来来，接着说，站出来，接着说，要不然都不认识你。来，宝贝儿。所以你这位朋友用户，所以你觉得就是说，他现在填纸盒子是没毛病的，对吗？嗯，没有，就按他说的来。所以你觉得填纸盒没问题，是不是？同样，这也是亚马逊的，看见了吗，家人们？这是用过的盒子，这是有痕迹的。你给我讲讲，这个丰容哪来的？是呢？但有一个人说，你为什么不跟粉丝说丰容的事儿？我说丰容用过的纸盒子是吗？如果我今天刚才走进室内了，没看到多没，或者是没有这个角度的话，我怎么发现这是亚马逊的盒子？他用亚马逊的盒子为什么不放到室内去啊？你们去买一个纸盒子，新的多少钱，对吧？我现在就给你们查，我们就查，就是搬家的他们这儿啊，买一个纸盒子是多少钱？1块钱。用过的纸盒子上面涂蜂蜜是丰容是吗？来来来，接着说，站出来，接着说。